该怎么打呢？省委怎么说？让我们啊分解合击，迅速打到保定外围。这有些难度啊，司令员。我认为咱们的部队不能驻扎在索林镇休整，要撤离，占领有利地形。你指的有利地形是什么呀？是集中起来，又能分散打游击的退路。不行。哎，我也这么想过。可是嘉靖同志，咱们不能有右倾思想啊。事实上，敌人并没有上什么元气，而我们的战斗力也不高。下一步怎么走？我想先不打保定，而是……不行，咱们拉起这支队伍啊不容易。你呀，赶紧召集大队长以上的干部，开紧急军事会议。全召集齐了，这得三天啊。请你服从命令。是。咱们要连唱三天。今天呢，是咱庄稼汉过年，你爹我呀，再也不能那么窝囊。咱得挺起腰板活着，啊，唱戏。爸。咱们现在是武装起义，十几个县联合行动，咱得统一号令。你这书呆子，你少跟我讲那些大道理。起义，俺懂。你这起义没有老百姓的支持，那能成吗？哼，你这唱大戏，一是庆贺胜利，二让老百姓心里踏实。冯桂堂没什么了不起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屯。小子，咱们造反早就把脑袋搁在当铺里，就没想说出来。哼，这晚上还得喝酒吃肉呢。大叔，桂林，这里没有你的事儿，大叔心里头清楚。庄稼汉，心花怒放嘛！好，你现在是红军的副大队长了，不是农民。
这酒啥时候该喝，啥时候不该喝，你该知道。俺不是农民了，这倒怪了，俺祖祖辈辈都是吃黄土、刨土旮旯的农民呢。你老叔，今儿这膝盖咋烫？大叔，我和严春太年轻，控制不了局面。现在还不是喝酒庆贺胜利的时候，这警惕性不能松。贾先生说过，这共产党不是李自成，也不是洪秀全。可乡亲们都来了，总不能让他们扫兴而归吧？乡亲们来了，当然不能让他们扫兴。江华，今儿这戏你唱主角。我？对。听完没？严领导讲几句好吗？在下面听戏的都分了他冯家的东西，这东西本来就是咱自己的，是咱通过武装斗争夺回来的，不是他冯家自愿给的。咱们和冯家的仇恨不是说了结了，是刚刚开始啊。咱们现在要做的不是听戏喝酒，是要攥紧拳头保卫家园，保卫胜利果实。朱老兄，把你的大队带到冯家大院听候命令，冯贵堂随时都可能来，咱不能抻着脖子等他来砍。知道了，走。咱不是都分粮了吗？你咋还给奶奶吃这个？别怨你家里的，他冯兰池的东西俺不沾，嫌脏。赶紧给奶奶把药喝了。奶奶，你先把药喝了，歇着吧。啊，俺活到80多岁，就数今天高兴，俺不吃药了。桂仙，我这双盖的帽子是不是该摘了？桂仙，你以为我愿意呀？你要是王八，我就是你二哥手里的王八盒子，就像戏班子里的行头。好啊，打了胜仗就成了薄情郎。哎，你怎么了？啊，没什么。我爹说的话你赞成吗？说什么？我爹让咱们挣钱结婚，以后还有大仗要打了。芝儿，再等一等。哼，你一定有心事。一旦打起仗就收不住了。
是啊，你是副大队长，不能这么轻松啊。哼，那县城就像纸壁沙墙，白军都是草包。我看呐，不出几个月，咱就能打到北平，打到天津去。这话谁说的？贾先生。司令员的时间呢太紧了，我也不想见他。老钟啊，这么着吧，反正我今天也赶不回去了，我上你家喝酒去，咱俩好好聊聊。太好了，奶奶早就盼着您去呢，有话要跟您说。哦，锁井镇的奶奶要见我，那我可得去啊，她的威名可不在你以下呀。走，哎，你俩快点。奶奶，哎，奶奶，严先生，这就是我常跟您提的严先生，是贾先生的老师。哎，大娘，大娘啊，我也是吃高粱米长大的，只不过是个读书人，我敬佩您老人家呀。严先生，您可是大学究啊，敢给咱们穷人造反叫好，俺就得给您磕头。哎呦，这可不敢当，不敢。您坐下，您坐下。哎，您请坐，请坐。大娘啊，活在这让人透不过气来的世道上，再看这被天下的人唾骂的腐败政府，这秀才手里的笔杆子，真恨不得能当刀使唤呐。是是。俗话说，秀才造反十年不成。如今呢，是秀才造反呢，一准能成。对对对。严先生，俺就想听您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。嗯，你赞成把您那宝贝千金嫁给俺江涛？一笔写不出俩言字来，小辈儿我呀，就叫您一声亲的大娘喽。你可真看得起俺庄户人。嘿，大娘，我胭脂笑是拿笔杆子的，可跟那些个拿锄头把子的人呐，没什么高低贵贱之分呐。好啊，好啊。任平，来给奶奶鞠躬。奶奶。俺的好孙子媳妇儿，过来，奶奶给戴上。哎，严平，咱们可只谈工作啊。对了，你那些小说写的怎么样了？张家庆走访李双四，还有李知天夫妻悲壮凄美的英雄故事。我严江涛一辈子要写冀中平原的父老乡亲，这是一部可歌可泣的英雄谱啊。严平，你要帮助我。严平，奶奶说的话你也别全往心里去。可我也听父亲的话呀。严平，你要当过我的老师，教我读了那么多书，知道，云涛，
老钟叔，可回家了？你呢？回来了，姜老师。哥，江涛，云涛哥，杨婷，对。是让俺介绍你参加革命吧。我为冯家感到耻辱啊，春兰，我不配啊。你说的话俺不懂，俺也不想懂，可你得听俺的，过两天再走。来，先喝粥，喝完粥咱们要喝了。春兰，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你呀、啊、是个读书人，可俺觉得你这书读的越多就越糊涂。你想想，你出家干啥？俺们把你当成是朋友，恐怕你们冯家人也不会饶了你。是啊，春兰，你听过冯月堂的一句话，冯桂堂不会善罢甘休的，腥风血雨的日子在后头。贾先生说过，共产党人就是在腥风血雨中度过。来，喝粥。春兰，给我铺纸研墨。这是又要写写画画的了吧？说清楚了啊！春兰啊，运涛怕是该回来了吧？春兰啊，春兰，你看，运涛哥。大哥，
冯玉堂，你先不要走，我希望你能成为革命的团结对象，其实你已经就是了。阿弥陀佛，慧卿儿子，我愿有朝一日成为红旗天下。北平冀省党部电谕，冀中共产党暴动必须镇压，吾望各部赤诚合作，精诚团结，特擢升刘冠群旅长为副旅长，方旅长为保安司令兼十四旅旅长，冯桂堂为保定行营主任，剿匪总指挥。省委决定任命严运涛同志为北方红军大队政治委员兼副司令员。好，好，好。运涛啊，说两句。我严运涛只想说一句话，在家里我是你们的孩子兄弟，在战场上咱们就是战友同志，也是指挥员。完了，俺也说一句题外话，在部队开拔之前同意运涛和春兰把事儿办了的举手。老刘说这不合适。有什么不合适的？就是少数服从多数。对，大家大队长，这酒得让俺喝个烂醉啊。醉行烂可不成啊。同志们，同志们啊，张家庆送来敌情报告，说敌人在保定一带集结，想把我们一口一口的吃掉。下面就请严副司令员给大家分析一下敌情。好，我们现在面临的有三个困难。第一，军事素质和武器装备还远远不如敌人。第二，红军大都是家乡子弟兵，难免有乡土观念，因为我建议让出被占领的县城，集中为一个拳头。第三，暂缓攻打保定的战略计划。我就不信打不赢，你给我李双四100发子弹，我保证不让张家河99个。云涛，那俺们走了，那家园留给谁啊？你总不能让冯桂堂随便杀俺们的家主啊！你还没喝酒呢就说醉话啊？听云涛，不是。咱政委的啊，俺的小政委，你说到底打不打？要打。下面我们正是要研究如何打的方案，请大家有啥说啥，群策群力。看到了吗？我想派一路人马偷袭锁锦镇，把赤匪的老窝给他端掉。这样我们就没有后顾之忧了。可是有点担心啊。我担心那些个人他不服，指挥不灵啊。谁不服就派谁去。聪明，聪明，好主意。
二哥，如今你在保定府一手遮天，为什么不派一兵一卒呢？想讲和是怎么着？那上峰怪罪下来，那怎么办？咱爹的仇报不报？行了，你就别再说了。你给他解释解释。冯团长，这次共产党组织的农民暴动可是酝酿很久了，规模巨大，十几个县马上就会连成一片，所以我们必须分割他们的会师。等，你甭跟我讲军事，这个我懂。三弟，吴先生，你先到刘冠群那儿替我摸摸脉。好。一个秀才土匪出身的副官给我上军事课，我腻歪你，我根本跟他看不惯。二哥，你现在趁着大权在握向上面要兵啊？说点真格的，如果说让刘冠群、张富奎还有这方旅长三个人只能活一个，你让谁死？那当然是张福奎了。错了，张福奎如果活着，我就是不发令，那些个土豹子们如果动起武来，他也会出兵的。可其他两个人就难说了，他们不服啊。那我就毙了他们。用不着，有这儿足够了。这官场是吧，讲究的是勾心斗角。这不有一句话吗？狼吃狼冷不防，人吃人呢不留神。哎呀，没有官场上这点脏事儿，我也不可能走麦城，更不可能像今天这样平步青云。二哥，我明白了，没有你们国民党那些乱七八糟，那日本人也不会占领东三省，那共产党也不会煽动土豹的造反闹事儿。话不能这么说，农民之所以被共党利用，是因为共党为他们谋利啊。你想想看，国民政府包括咱们的父亲，谁为农民谋利了？比方说从农民的身上榨取八滴油就已经榨干了，可他们现在榨的是十滴。二哥，你怎么长高粱花子的志气，灭自己的威风？农民，哼，你给他一点好处，他就拥戴你为王为皇。你这句话说的是真好，可惜啊，你啊，顺着滹沱河走一圈，认真的看看，有哪个财主给了农民一点点好处？没有。所以共产党登高一呼，所有的农民都跟着跑，也就不奇怪了。道理非常简单。二哥，你这话有点共产党的味道。如果我不研究共产党，又怎么对付共产党啊？借用朱老忠的一句话，出水才看两脚。哎，贾先生，贾先生，趁着嘉庆回来之前，俺请一个时辰假啊。干啥去？老驴头去。去那儿干啥？想把春兰和运涛的事儿操着操着给办了。儿女情长未必就英雄惜的，背着家闹革命不一定就是包袱。还有那个夏静和芝儿，这事儿俺都得管。去吧，我理解，可以纵啊，别跟人家翻脸，就是翻了脸也别掏枪。老驴头也是咱们团结对象啊。嗯呐。哎。
小大大哥，小大大哥，你把门开开，我有正事要跟你说。说了，忠哥，俺不想沾你们共产党的光，你要想进来呀、啊，哼，除非把我这大的门了给踹开。嘿，你今天开不开？不开。说了，忠哥，你现在也是义军的一个有头有脸的人物了啊，一个恃强弄棒的脸面胡子，怎么总想保媒呀、啊？啊，你要真成了气候，是不是也要那个小谢呀、啊？哎、啊，你。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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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咱们姑娘啊，就是你们共产党给勾引坏的，你敢骂共产党？跟你们走啊！还是倒霉！你老钟大叔，您甭跟我爹怄气，俺自己的事儿俺自己做主。我认为军事形势啊正向有利于我们的一面发展，以方鹤年为首的小军阀按兵不动，王鹤庄、刘宝利的这个团有争取过来的可能，我们要充分利用敌人内部之间的矛盾，抓住战机，集中兵力，迅速攻打保定，到时候方鹤年旅的一个营、刘冠群旅的一个连就会哗变。哈哈，根据这几天的敌情分析，我认为我们还不具备攻打保定的军事实力和条件。谁说的？光投诚的士兵就有1000多人，再加上你和李庄四带领的各路绿林军，还有我们受过军训的农民子弟，加起来就有2万多人呢。再说刘宝利有争取过来的可能，这样里应外合，有80%胜算。至于方鹤年嘛，也有争取过来的可能性。这个姓方的是军阀的小舅子，牛宝利是个兵痞，就喜欢钱，争取他们怕是难啊。难与不难就看你的了。俺可以去试试，不过说心里话，俺是同意去打，既然是起义就不能当看家护院，等反动派喘过气来再打那可就难了。起义打仗咱不怕流血，怕的是乡亲们不愿意离开家，往后咱可就是南征北战了。这是亟待解决的农民乡土观念，老钟叔你接着说。锁井镇是冯桂堂的老家，是他的眼中钉肉中刺，而且离城里非常近，说不定冯桂堂会搞突然袭击。嘉庆，你设防了没有？都准备好了，就是兄弟们辛苦了，昼夜都埋伏在岗子上，来了就打他个伏击。好了，关于是否集中兵力攻打保定，请举手表决。这样吧，我们给省委写一份客观的请示报告，让上级决定。可是已经有3天的起义军会合了。小妮儿，你这个哭啥呢？哭？担心。哎呀，担心啥呀？打虎子的子弹还没造出来呢。哎呀，俺是惦记运桃和春兰的婚事。哎呦，对了，部队要开拔了，开拔前应该让他俩入洞房了。你能做得了主啊？当初俺就是他俩的征婚人啊。那严家愿意，可老驴头不好对付。他敢，俺走了。哎，虎子，
部队要开拔了，俺先让你看吹口哨。钟叔叫咱俩火线成亲，你的意思吗？运涛哥，俺听你的。在济南大狱里，咱们已经拜过堂了。怕以后有恶人要打呀。就是要怀上你的孩子。老钟大哥呀，你可是办了件大好事啊！替娃娃们高兴，高兴啊！侄子，你喝了多少酒？没有，今天只喝了一杯。快走走，你不走我走了。谁叫你们是妯娌呢？你春兰嫂子，我也该走了。燕萍妹子，哎呀，没事的。进来，哎呀，进来！咋的了？嘿！哎，爹，共产党逼婚抢婚，断了父女关系，这个老倔头。披着红大保定，十三个县的起义团，在三天内能否到达指定位置？春兰，我不该。大哥，哥。我
红军大队长朱老忠命令你们，今天晚上谁也不许闹洞房，谁要是不服从俺的命令，咱就拿着把你们打死，快点回睡觉去，都睡觉去。大队长啊，你管打仗还管小伙子们闹洞房？兄弟，这俩孩子结婚就仨字儿，不容易啊。俗话说，新媳妇过门三天就下床，他俩明天就得分别，哎，是不容易啊。走走走，睡觉去。疼吗？不疼。出来，干啥？贱货！我相信王春兰。我替你说，你堂哥，别看敌人狡猾，智者千虑，必有一失。既然他们想绕过县城，偷渡滹沱河，袭击锁井镇，那咱们就打。对，打。敌人有多少兵力？最多一个营。一个营，一个营。我们一旦形成合围，那他们不是来送死的吗？这里面肯定有文章。把一半消灭在水里，一半故意放上岸，光双四和嘉靖的枪就能撂倒他百八十的。给咱红军长长威风，给乡亲们长长志气。说得对。是啊，你马上回去。光剩下朱老虎爷爷，如果有重大军情，我怕他支撑不住啊。好，我马上回去。Dude.